这太夸张了啦！嗯，他读好，印度也关注过那个棒球的话，也挺专业感觉啦。你又知道了？你没发现吗？谁说的？也有年轻啊。没有，就是那种30多岁吧。这不也叫年轻啊？30多岁的。就是比较沉稳，个子嘛比较高，一看就是。你像侬，我讲我这读衣服嘛，我这读衣服确实是有证明。这做了几十年了。就是脸上看脸一看就是比较正派的他那种，年纪大了，50多岁就是比较正派的那方面。比如说像刘青云这种面相搞点人嘛，比如说刘青云算有证，就是脸不会太丢人，也不会太好看，也不会太丑。比较正直，看上去不像什我么都脱光个吧，你沉懂，稳我那都种。读衣服都有点想懂。啊，在这个就吧，是你那把一它类写嘛，那个。对于有这种招聘的原则，可能就是看脸。好，这你要听首先，这个把木浪框到底来了，就要听到怎么样？你们发现？说不定你接触到这个两个暂时，新疆有个邮政小姑娘萝嘛，卜外个啦。新疆有个邮政，给个厂里点。啊。就那个长得那个超过60公分嘛，71等，然后挨到刺激噻，稍微多出来200块，要多少的了？5块，超标了的，突然挨刺激噻，你拿出来看。那还有欧宁国是这个嘞。10块几嘞，倒也非常快的完了。不是。用各种，盲付钱。不是太，用付款的17块的。付到付了5块的，你他妈生生5块的。欢迎秋甜甜啊！真的不能不退，那不要喝，当钱付。不是，我感我可以觉我这两天眼睛不太对。你把最深的那个键停掉，要不把最深的那个键停掉。你还赶紧追他呀！傻逼，他都走了。太黑，真他妈黑！7块左右，还有去写我懂你干，你2张5张花10块几。不过越来越黑了，我发现多一种方法，会以前不会，从来不这样。你搿只东西长都它长出来，不是需要说你的呗？人家挖饭呢。想你啊，我有一点。竟然一直假冒成他的手下，潜伏在身边，这让佩服智商被按在地下，不停的摩擦的感觉。不只是德古拉，就连欧菲和恶灵骑士也感到了震惊。他们也是认识伊西斯的，没想到这个传闻被方丈干掉的女人，竟然一直就躲在德古拉的身边。这也许就是灯下黑吧，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伊西斯竟然如此大胆。伊西斯目光越过德古拉，落在方丈的身上，微微一笑，红唇轻启。好久不见了。声音穿过不短的距离，直接落入方程的耳朵。挖掘出曾经给自己带来巨大心理阴影的女人，方程的嘴角微微一抽。他也没想到黛西就是伊西斯。之前问过伊芙，黛西是不是他的人，伊芙直接否认。他妈的！他果然没撒谎，黛西不是他的人，他才是黛西的人。我知道，你有很多疑惑，不过还是打完再聊吧。稍微懒了。现在强硬文字显然不是聊天的时候，德古拉还在咳血不停，吸血鬼和吸血鬼之间互为天敌，造成的伤害是真实伤害。天哪，伊西斯这一下猝不及防偷袭，虽然没把这个干掉德古拉，却成功的令他受到了重创。我的电话他会越上越大，双眼赤红的伊西斯这个纠缠多年的死敌，忽然伸手一抓，那抓的方向并不是伊西斯，而是那十几个吸血鬼手下。我知道，哦，现在知道，罗威尔脸色狂变。似乎明白了德古拉这个手势是什么。
我这鬼子拉倒跑，整个人就化作了一片虚无，向着德国拉去。你等你鬼子拉好，那当鬼子第一个。其他吸血鬼的惊叫中也纷纷的化作虚无，躲在其中的毕维斯也是如此，感到体内似乎有一颗种子出现，吸食他们的血肉，生根发芽，壮大起来，要将他整个人都撕裂。我也变成这种，我也浪的。之前德古拉在收留自己的时候，往自己的肩膀上轻拍了一下，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给他埋下了种子。就在惊慌无措之际，伊西斯朝他看了一眼，这一眼就将毕维斯体内的种子给清除掉。你可以做盘子啊，你有盘子了，你有的是火种。时间不长，其他吸血鬼体内的种子深埋多年，已经无药可救了。巨埋多年，所有吸血鬼化作血雾，被德古拉迅速的手吸过去，哈拉最终搞定了拉扯了。这也是德古拉为什么要把这群吸血鬼都带来的原因。这些都是他的补血剂，别这么做，没想到到最后才使用。那该怎么办？伊西斯透析重创，该裂了，提前拿走。伊西斯不会眼睁睁看德古拉后上身，欢迎独孤啊，欢迎新朋友。到他头上，德古拉感觉到危险来临，不敢让伊西斯接近，瞬间化作一片巨型的蝙蝠状黑影，向伊西斯扑过去。这对死敌动起手来，这一晚上到尾，哎呀，你放松点，放松点，我起码。周满星是叫周满星吗？周满华，这明明是星字嘛。那你先叫星就行，周星字。周满星，你不听啊？听了啊，听。上午我们不让组织听的啦。他不是刚才手机在讲。我他妈让我怎么的？根本就想办法你先接上我的。我非要组的。根本就先我一卡。神经病啊！你哪能发抖？你到我那个在街头呢？喏，也浪浪的吧？也浪不喏？浪，哪个浪？怎么开启新生活？也有小粽子的。你打一个生动吧。第一个生动吧。半月，我也发展要做些干的。五彩泥。五彩泥，真的干？你高兴打没打？干，我要拍生动的。你拍真拍不真啊？这个问题。完的了，第一张是弄，我晓得你会拍的。我拍了，我也拍了，我就是感觉尺寸有辰光我弄错。这个你们可以，就是我们这里卖那个金盒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。哎，这个碟子怎么办了？穿花了呀？被我那个太烂了，捏到这里有一个那个了。嗯，你弟弟是。他这里，我这里藏的这个，这档子用不连号。弄出来。去掉一点血了。一点点。你总归放老二年了，你好。我录到给批老二年了。我至少有三张。没有。你不相信吗？那当初说白天在做个走位咋搞了？错了啊！那是我期待已久的爱情。这个下午将让我们最难忘的一个下午。啊！还有成现场的爆笑瞬间。
原来白玉树一个只单位啊，老浪费。白玉树单位啊？嗯。你说是他们借款？没行，这个汤皮起码就没行，这个汤皮是什么？这个不是这个，你给是你打。放我先行了吧，反正过两天要做的。嗯，我记着线下做个。总共有大米了，到你多少多啊？我现在想电话做过你。哎，这个是咋？徐伟强吗？不是你做的。他的生头啊，你找这个，这里写了半月，这个病比较新，有的我知道的。那就可能不在我这个里面，可能收起来了。那这个是哪个？这个也没写，这个也没写。我怎么看着像这个呢？没写吧？你说写了？那送到第一个来，第一个有点像。地哪地耶？要地主呀！可以，可以。还有吗？再找一个汤，两个汤就搭配着。有反糖的，看看有没有。这个可以用。这个，这个能要吗？要么就就我一个，你不让了吧？去念个几个。没法，我一个弄来试试。哎，两个都搭配着。嗯。问行。啊，那就在前面。不的吧，多辛苦吧，多辛苦了。嗯，对。对，就在这个桶里面。先用这个量一下尺寸。你去了顶多少？你这块钱就上我顶，等他妈的直播，等等他妈的，欢迎严红低调啊，不脏。你来当舞的，你遇到了你原来直播的辰光，你还不干了？我直播不得你啊！你直播没也一路都碰着我吧？我今朝直播有阿娃嘞，娘娃还好我吧呢？我把阿娃有时间了。
先来看一下尺寸，我不得先量嘛，哎呀，烦死了，真的是。先看一下这个尺寸，半月的围是10.3，10.3除以20多少？啊？10.3×2，5.1。5.15，5.15。不练这档子，咋这样？有个小的。哎，那你中了，那不买了。嗯，有还有这两个，这两个。等一下。这两个特别这个可以吗？单扣啊，这咋用了呢？基本上单单扣啊，都基本用到了。那个，这三个，我记得有这大笔呢，写个包装两个字，你记得了吧？我不记得。上新疆，倒有个的上新疆，感觉了你多过呢。会不会在家里啊？过几天给他们吃来，拿几个蛋。上新疆那边两个了，啊？有两个上新疆的。啊。有两个上新疆的大米的。有两个的吧？好像。怎么可能？你这还好吧？卡尺吗？卡尺给你，你没给我。妈妈不看卡尺吗？你爸爸可以打面吗？你爸爸在家。喏，你这里有一个。一两两。有一个糖皮的，是绿的呢。蟹性点。粉蟹性点，一性点问题。一性点问题，乖乖放。你把糖皮往里用，这是绿的。新了，看你怎么想。你的卡尺呢？这里面我都没找到。啥？你换了一个指甲钳。欢迎哈哈，欢迎新朋友。指甲钳的好用吗？5.15，这得多大了？金矿，我现在下开。就是。听见了。本来就是土菜馆。你就不敢关门了？他现在已经不是金波了吗？哦，都改金波了。哎，老爸多了，他名字也改掉了。太棒了！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啊？金波罗就是8090小伙伴约会聚会的一个小据点，只要点上几杯奶茶，带上还几根和小伙伴在这里玩上一下午了。啥两饼？才不算精英，二十四块零零块。十三先生还真的就是会员多啊。我的微信是13215950。你娘的！你好，我们是李斌达人。请你明天说到视频摊的时候，不要为男女把香价格打下来。但是今天我们也站在这里，要为男女和我们平安的小草打下来。不要为难。明年了，鞋都你不五个用了不啦？用了吧。那这个又有用了？这个没有，我一些都给你个客装，我来，来年用吧。给我。你要不就写两个字上去。谢电了，谢谢。你先用了，好用。这咋哎？这地有额度是不啦？大家吧，
地坑零高度往地下零起来点，念高，知道吧？别讲了，傻逼！不对呀、啊，你上面写了上新桥呢。这个。喏，第一个高度起来，升到高度，来了不啦？嗯。可懂了吧？嗯。这样就好弹了，这个就是整装本人搞，懂了吧？嗯。正着弹。嗯。可站着样了弹，就是地方向上开的嘛，各块地方。哎。就地样跟动作连接起来的嘛。嗯。也是正着弹，这样弹一圈啊，啊、哦，倒过来的，磕到了吧？倒浪，正倒浪。嗯，我知道，就是先把这个声筒放进去，以后用这个东西把它固定住，对吧？先你要正浪，能够打这边，从这边打一边，你要打着了，打了嘞，各种方法都打得到，打也打着了，你要稍微突出来点。刚才你扎，但是用不到多少力量，你就直接发过来，直接发过来，侬可以扎他们，再搁在口腔里打一遍，是吧？搁着就是倒档。哎，学着搁头了档个高头，搁在口，你要是正着档，我档在搁我后头，搁头。嗯。好了。也就是说，还用得到上新桥这个玩意儿。对。把我当中了，做个嘞，那么快上不下去啊？当不了副店长啊，错一个档子，那个档子错应该还有贴合的。你小来干啥？他妈哥哥哥的。怎么样？欢迎宅家之虎，欢迎新朋友。
你说这一块做这个就是这个茶壶的底会不会太大？做什么？这个半月炉里的底总会大吧？你给我看看底。这个底也很大。大不了哪里去，大不了。你也大不了哪里，总会比一般的要大。差不多大不了，刚才放下一百克了。你小心喂，一块二多个零做这个。如果这个一切开来做两只扣正好。懂了吧？嗯，这个烂的话要重新切了。现在先打三桶，底的话从这里切。一个月了，可以了啦。切个宽宽点，宽点之后，从家头切一块小方块过来，主底就正好，那你一点不浪费。能理解吗？一个老太，外面哪一家帮你做个啥？我副官也行不？他应该轮到我老做一次，外面哪一家？这个不是老太吧？杜爹，你开口。我去拿了，我一看他要把快递给我干嘛？不是快递，外卖。看到没？那我自己这里取下来不就好了？非要从这里取？哎呀，吃哪里嘞？吃碗的嘞，老子。新老哥，用啥好矿的？反正做个啥质量物，他说那。胡龙骨煎饼，我问他们。胡龙骨煎饼老早有了嘞，你这怎么？真有啊！真有啊！第三了嘛，证明到了。多少一个？几块钱？十块的一个。差不多。哼，这个佛锅是电商，电工。
十点半，十点半，十点半，十点，一点三。嗯，你小朋友养养困，都是脸皮厚一点，小朋友养的包子。啊，那就是他很胖哦。我感觉是蛮红啊。欢迎老顽童，欢迎新朋友。点够了，这个片子要多少度嘞？现在你今天叫我不得了，你今天要来就得了，他们听我的，你可快点。嗯。喂。喂，你要不在啊？我感觉我同你讲，这块是顶住不了，我那我来也付出了。你不玩了？我就觉得太大了，不像是围了。你要得听我说的。你他爸不妙，但我怕身上有肥肉，拉不住啊。说你这个这个片子都没亮度的，你这块本来是够到不得了，我做了当当薄拉开来，那就再重新做足快点，你他把没用啊，吃它。嗯，搿两块。一万多个，一万多个做足，但我差不漂亮。搿两块，捂起来当。捂起来，你还要当多啊？行，出来。你继续。
一下游戏进来吧，他已经他发现你在玩这个游戏。他是怎么发现的呢？监控。这个从怎么进来一次？名字叫人两个老子都看到了，监控好了。我看哥哥。有点放点戏了，稍微读点文言，哥哥你吧。不懂，你看这已经侵犯隐私了。我跟你讲，他压力太大了，这样的话每天这样子的，容易出毛病。那倒也不是。孩子确实要教育的，当人家老有样子吧，不懂。压力给太大不行。哼。我他妈闻啊闻，这个状态呢？什么情况？你往哪多少楼了？变什么了？不不，谢谢。啊，你赶快出吧。
欢迎五念的新朋友，欢迎新朋友。哎，怎么办？这边开的吧？总不开的，一直到咱们总不开的。我手机里都没玩开了。这机还有不错的。这个这么厚啊，不大。不了喂。接出来，开了，怎么样？我了，我到你那边一转反正光了啊，那我都不干了，准备。开了，我有这个 buff 了，两口冰雷带个。我晓得了，不行，我想干，我就是想跟你试试，因为多没得。跟你干点东西都。还不给打不打？我重新做了，搿块地方不得一个 YB 托啊，搿个嘞。你先做一张狗爹的狗子木子，千万不要薄。做一张狗爹的，我来这之后，当阳光等狗爹这之后再荡荡荡荡薄一点点时候，再握一记就好了嘞。这时候就正好，你该做哪了，光就做哪了，先做着，懂为啥了？那都外头了，狗爹在外，他成为顶骨了，懂为啥了？你讲？是的。老婆了，老婆老婆了，你可不老婆，我一会儿离离远点呢。我操！开心起来，开心的不得了。喝起来要你命的，真的是，哎。做牛的不得了嘛？做到顶嘛？不得是做到你欺负他了吗？谁欺负他？哦，我们非要你包了。饿死了，非要我包了。没饿死了。一天到老不一样，顺听讲的话，我吃心好了。嗯，你看不是这个。我小时候就这个了，他有辰光想想老早困着，他精确了吧？可能。什么叫精确？血是什么的拉着嘞？从梦中醒来。哦，你看你杀到个你个，你看我刚刚又给你帮到个。你这个人不正常了喏！哎，我那得一直杀到你个的喏！哎。说明你血是顶流的喏！你血是顶流的。一个两个的喏。哎，女的，已经病例高了的吧？为啥才发到几个了呢？有一个，不正常了嘛？你杀到十个里头，居然还有五个，你个病例不够高？那哪个啦？天到了这，五年年一个杀不到了。哦 ，IP 太久，知道吧？就大数据学小人一个种人了有。那今天要克老头有点丢了太监兵。欢迎自由神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啊。兄弟们，别在我评论底下打人去分享了，据我熟知，很多已经发布了，是我家为你恭喜。放在一起的，
那，那你懂吗？叫个副兵给你们的。欢迎打小我就逃，欢迎新朋友啊。嗯，还有点辣的，还在辣吗？嗯，这一块是有用，不要等的。嗯跟那碗片，给你过去。刚刚搬出来。嗯，你修炼了我嘞。那。哎。烂了呀。你修炼了我嘞，哎呀，这都淘宝的外吃货，当个女人过来东西。感觉勾到你个娘了，我就是想。勾完，但我终究不过来玩。我晓得了，我要等他像各个辰光再烫烫的，实在是打钉打出来。你跑到这地狱，你要搿个账。你找新娘个头，找新打开来。你没事体不啦？切开来啊，狗刀子的个娘啷啷的，你懂我讲地道不得了。嗯，不得可不杀死都这么事。辣子嘛要收缩，先给你擦成油乎的。你那也不懂了，哎，你先当狗了，当我晓得了吧？窗户堆好了嘞，狗点不是哇？你等我收到收缩着去屋里割了嘞，割了再一打开嘞，再一握，擦成油呆了嘞，割手都一样了嘞，理解了不啦？理解。我不要看打两个量次，要握两个量次，我不直接。取出来个东西不灵哇，阿姑啊。我直接等到差不多把各个辰光给弄出来，好不好？各种各个，哎呦，我来跟你讲。感觉钉到这的，你扣不到钉到这。你当不当当运的真啊？不要钉到这，你扣到了，把你当个东西看。后面狗到这，你扣到了。你打过来噻，超出来打过来，打过来，这个打过来，这个打过来，带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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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哎，我发现你打，哎，你就打这了，哎。打这个人打过来，打盖的，打盖的又复过来了。你至少能打这盖的，盖的你把个打这噻。你复过来，你更快地方有狗。Thank you.
青年门口啊，一带草都得，这个地一个人还非人家路吧。我把大些个说啥样的白写的啊，你话我来是楼头的。今晚的困然后吐得起来。快进不开，你放好。Thank you.
但这本本人有两多嘛。这就是单面。大声了。这声音我娘想。想听听的。不像是当生了我生了。可我娘想了。这女人也没娘想呀。脑筋啊，我负担的两扎不够啊。想坏真，备忘一下坏真，有没有这病？我这两扎多了呢，有多少要咳了？你看看，啊。结果娘的一只大孔就已经血灭到不得了了。哪有功夫个个大啊？我就是有功夫啊，没功夫我来这个啊。你好做白子的，白子老的当年卷过了、啊、这个身上没钩子麻的的、嗯、我晓得了。你还没钩拿的就够年了，但起码跟你还好做街头，街头老的我娘麻钩的。你摸摸看啊，他妈的什么声音这个，从来不收好着。有一天娘你他妈的倒不你这是空子里我拉拉的一天到晚走，你晚娘了不捞过去了你。本来来只有俺住到这个上午了。欢迎新朋友，打好以后用这种黄皮刀帮一下，让一让毛细孔。
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啊，欢迎若梦，欢迎山河的关注。收一下口，然后把它拍一下。6.1。好，盯住了。然后底下拍到，收到10.1，这个稍微拍拍卷。
8:08。嗯，外婆了，外婆们那小趴着爬，又趴着他肚，走不过来我了不起。嗯，你要不晓得一点的事。后来再长一点的，这个会不会有点太那个？太正好了。喂，嗯，这个会不会正？就是说太正好了。要放啊？放是放得下，等一下，另外一半还没放进来。他都乖，左右大，你拍的太烂。谁说的？我另外一半还没放下去。是的，不是放进去了吗？你他妈的说错误的，正好，只能拍烂的，我跟你讲，正好这个尺寸是对的，最好还得收一收。你个傻逼！你非要干脏我啊，老婆！塔度啊！真好，落到塔度了。扣你他妈的外婆怎么样？啊？嗯。你下了哇？你就下了？你是个客户圈，儿子下了，儿子整噻。然后再收一点扣，哎，我明明都个尺寸手指比他手指小，你还讹我看我哥哥了。喏，6.2呢。6.2我都收到5点几了。嗯。
好。欢迎自由探险者。一个的该都差不多了吧？该都差不多了。该的。嗯。
有一点点像的。稍微放宽点的。欢迎季集季离的小执着啊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。
麦当劳吧。我不知道，就这样躺躺。麦当劳吧。我笑这吧。麦当劳吧。哎。你打上你的功课了啊？弄个课定了开始走。最快的点了，对呀。对。多少走了？不麻烦了。可以。就点这个艾草，我们再把它拿出来，我们填补。先在手上面捏一下。
感谢小刀飞起来送的666，谢谢。安心没有。固定啊，固定在这个上面。切掉，旁边切一下，好啊，沿着模具啊，它是有弧度的，把它沿着模具切下来。欢迎新朋友紫砂制作啊，喜欢的老铁们点点关注。点了个都点了个里头了，点了个张里扣两头，点个，点了个张扣两头啊，就是吃衔接的地方，织泥个地方，织泥是个镶起来的吧，两个钉起来的这块地方，知道。前问一。挡一下水，填补。包裹着它，然后切。哎，这个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这样干就不要点了，你只要你只要够够啊。电上开始之后再点几万你，干就点完你就点它。我电上开始之后还怎么填进去啊？啊，这个。我电上去了还怎么填进去啊？可以的，一直不点点就好了。一个是亮了的呀，亮了发出来的呀。顶上开闸，织泥一闸啊，一闸上开，一闸上开不离个缝的，织泥拿手指头了折折，拿外泥一顶上开好了，理解吗？不理解。拿来，你倒过切了，对的。倒过切个了，我骨头掉不起来。先给你拿来噻，你发过来门口的。
我要盯嘞。你盯啥嘛？把它切掉。你要决定了，不是的，我马上发过来。啊？你套不套套进噻？套不套都不进来是吧？套了，人家就让了功课的，让过。我还没在呢。先放子，你要让过功课。你不要那个搞，用个乖乖楼灯咯，冒烟，我滴个面套独挡开，来。让开。你过门了。嗯。我记得是先填了胃泥，填了之后再，接连起来的时候还要再用那个东西把胃泥搓下去的。找蜈蚣呀，找蜈蚣啊！你干什么？还没粘呢。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做的，我就记得很好嘛。我就是脑壳头点点了，太骨卡，太到骨里头。不然要填那么多个。这样做肯定会错，没错事情真的是，哎，你这不是不是口的泥条，你签的太薄了，毛地都不到得了。我知道，真的是。那没办法，他肚子缩小了嘞。赚你个狗皮，他不爱管他。我个意思，拖个口纹搭到，那么我总归只要弄薄点了吧？你不要浪费时间，快点盯上。不是，人家就是盯着盯着问题吧？人家就完全达不到那多些事啊！老杨路了还不得？我都忘了很糖了。就是这么糖的，我记得。听见了。就是把它粘起来，先粘口，来粘粘底。哎呀，等。站起来以后，脑子里刮了着，哎，好像是刮，我记着。往这然后再从上头个弯，你太到多个缝里头看。其实不用治你。好像是不用治你的，我记得。确定吗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好像是老说的嘞。你自己当的，刚我刚就死光忘记了，再说一点。欢迎最喜欢你啊！欢迎自由探险者，欢迎新朋友。你大笔血炫耀你，我炫耀自己。喏，哎，你也擦。没，放放起来。喏，你是先那个身上配合一点，因为我一放进去，它会翘起来的，因为它不要翘起来，表兄讲了啦。嗯。一放。我刚才瞧起来了，啊，哦，亲我看，真不贴亲一圈，那手你要亲一圈，亲亲我这只能，我，那给个顶出来，哎呦，发到这，那大白须，大白须我指你，你能不能把它顶出来？我郑老师，没有啊，大白须做呢，我记得是顶指你的，不要发痴了喂，不是啊，不要顶指你，要那个指你。啊，对，就是这样搞，把胃泥弄到那边去。做了看，看看一万年，做看看生活难做出去，是一来就怕来了呢。但是哦，但是一万年一来就怕来了，你个这生活你无法怕，哎，你还怕不了？怕这个啦？口子一来就怕来，直接打到家里去是噶，
给他勾起咱当量小。那你这个模型分三半有什么意义啊？但是就是这样的，拍也能拍，就是说口要拍得很小，然后它的泥条要放长放宽。这是放宽的问题吗？肯定要放宽啊，那不然我能搭到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拍的是正好。但是我到你干，如果说，如果说要就是直接脸来搞，肯定是会好一点，因为这样不容易出问题，不仅不能衔接起来了。你这样的话，衔接起来都会有问题的，就是脚啊各方面问题，你要这个来看。哎，你这样的话，你就不应该分三瓣，你直接要一体化。不可能的吧？因为胶毛应该脱掉，我毛衣胶那个都脱不出啊，都要贴上两块的了的。在外地外地还高，个头高，要保存个头高，懂为啥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就在外边外地还高，保存个头高啊，扣那个筋根。哦，那就个里头凹陷了个。哎，凹陷了要弄到一档档边。不是，感觉里头凹陷了，给缺乏了喏。这都一点一点勾，搁那搁点勾，哎，这里也有勾，这里也有勾，这里也有厚度，这里也有厚度，这里也有勾，懂为啥吧？根本你感觉不有勾好的。有勾，搁这薄度太薄啊，感觉，搁块地方太薄啊。你看，搁块地方太薄，给缺，给缺太薄，哎呀，外地问题了。你讲外骨头还是外骨头？外骨头。骨头啊。哎。这里头可以稍微再饿一点点，因为我们从上头来切。不能再填了，那边弄子都。太骨开了，刚才那里太骨开。刚才那里太骨开。你可以去弄，这个在本来在本来预售嘛，人家可难，人家去了哇，你都点到了。哎，早就忘记了，你要知道都几个月不做这个东西了。喏，喏，搿头勒有点勾的，搿头要有勾度，你搿搭勾度去了，搿条椅子扣不啦？你讲。嗯，确实有一个厚度的。但是我哎，我记得你有个方法很好的，不是这样做的呢。哎、什么方法？真的是想不起来了，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了。每次都要记录一下。定好了，直接打来过。打了要拍到这很小很小的个口，拍那个地方。你的泥条也得放宽，我跟你讲。下一个针筒我来打，你要打废气不啦？我不要气了，气扎耳朵。但是你给他针筒，我给他针筒我来气，给他针筒有耳朵。啊，我因为我还记得做些杆，你给他装关会标准。怎么会呢？些杆要标准了，那些杆的。上次你的，我想起来，确实上次你。我就是记着上次你的，你弄我敢非要上次。但是没必要上次你。但是要弄个字你留了这的，我记着，留了这走再点万一。我记得你最近才做，你怎么忘记了呢？啊，那就最近才做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做的。这个我以后别做了，挣不到钱，做个毛啊！啊，心慌的发生着。Thank you.
吃货缺饭了，吃饭了吧？你说，哎，吃饭早着呢。做个紫砂壶呀，你去帮我找，我不会找。我不会做紫砂壶。上一圈织泥，主要搿只地里就拿住了，因为长都看不到，搿个要上织泥的了，地要上织泥的。是怎么上的？怎么盖不了？我觉得好像一个蒸笼啊，没有啊，它分好几半吧。哎呀，真是太深了，都手指都弄不到。我现在不记得我里面是怎么把它织泥给刮掉的了。刮掉以后，
你怎么就知道吃啊？你都自己要挂了之后了，还是直接就拿？我记得拿歪你养了忙里头抬。忙里抬。自己非要挂，也挂不到。挂了这些物事，晓得吧？不挂些物事，正好挂了这，挂了这好气人点的。六六六。掠不到，你以为这个口那么小？这个两个手手指都伸不进去。你得拿着。就是用那个灯照好这样子。我知道，就我就记得当时躺这个生活的时候特别艰难，就是因为他口特别小嘛。我会长不了，好，我。